What do you want? You want the moon? Just say the word and I'll throw a lasso around it and pull it down. Hey, that's a pretty good idea. I'll give you the moon, Barry. I'll take it.想要稍微短一点，大概到这里的感觉，就这种感觉会好看一点。稍微有一点点长，然后这几个设计我还是挺喜欢的。不过这个珠子有一点点廉价，没有办法把这个扣在这个地方把它弄短，没有办法调节长短。这条也是一样，细节和设计我很喜欢，就是长了一段一些的话会好一点。很喜欢设计，是我喜欢，就是长度就正好，就是锁骨以下一点点，然后这里有垂坠感，就是感觉也很修长，就比刚刚那条更适合我长度和设计而言。的确他家纯银的很好配 T 恤衫呢、啊，又酷又辣的，就酷一点或者辣一点或者甜美一点，这一条我真的太喜欢了。这个耳环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好看，就是有一点点酷帅。这一款它里面有两个设计我很喜欢，就是还挺灵动的，这样不会太夸张，看起来秀气一些些。但是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我买来的时候品牌的片片它就是有锈，这个它是有一对的，它是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脾气会更重一些。我觉得这一款会更好看一点，然后这一款就感觉你的耳垂很大，从正面看起来还行啊，就这边会比较提升一点的感觉，这边就是垂下来。整体来说项链的话，我觉得这一根是我最喜欢的，而且我觉得是很特别。耳环的话我基本都挺喜欢。就under sunny skies, looking in your big brown eyes. Time goes by, but my heart stays true. And every smile you give, your love it shines right through. And in this moment, I'll make it last, make it last. I'll take my time and make it last.As the present becomes the past, I do my best to make it last. I'll make it last, I'll make it last. Whatever it takes, I'll make it last. And though the future's coming fast, I'll fight it off to make this last.Everybody seems to think that all good things come to an end.
But I won't fall for that, oh no. Forever you will be my friend, and no one else can make me feel the way you without effort do. And you are mine for now and always, and always know that I love you. So I'll make it last, make it last. I'll take my time and make it last. And as the present becomes the past, I'll do my best to make it last. I'll make it last, I'll make it last. Whatever it takes, I'll make it last. Though the future's coming fast, I'll fight it off to make this last.对费列罗来说，这一款不会特别甜，而且它里面也有很有爱的小便签。这款才是真正的懒人珍珠奶茶，在微波炉里加热十几秒就可以吃了。它一开始在包装里面是这种比较硬的珍珠，加热18秒左右它就可以变得比较软糯。大家加热的时候不要这样竖着放着，平着放着它受热会更均匀一些，快速替代市面上商店里珍珠奶茶的一个好办法。这两款他们的珍珠是一样的， Cream Blade 的配的是焦糖的珍珠，然后这个非常难喝，甜到要死的饮料配上奇奇怪怪的珍珠，它的奶茶都太甜了，奶茶店里全糖的甜度，但是口味的话是不错的。反正我希望它能够做这三款，而且可以把糖度降低一点，那就更完美了。这是今年夏天我最满意的一个家电了，可以移动的空调，女生也很容易装，就是这样装在窗口，还有除湿的功能，这个很重要，只要通上电它就能显示现在室温的温度。它好像没有睡眠功能，就是比较安静的功能，是有点吵，不是像国内墙上的那种是比较静音，噪音就跟一般美国的挂窗空调差不多。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这样移动，就是你各个方向风都可以吹到，而且它很好装，如果你在美国留学啊，或者女生一个人住的话，没有力气不会装窗式的话，我绝对是推荐的。像这个巨大的窗式的有这么多在外面，非常非常的重，根本没有办法自己装，而且这个装起来也很复杂。其实这个也是我今年夏天买过最满意的一款，它有很多款，这一款是不插电款，手动摁5下就行。好处就是它不用插电的话，你可以带出去旅游啊，或者去野营都可以，出来的就是气泡水。